这是仿金属，但是很细的一个一束机，然后先通过，再通过。好，我们把第一个金属先放到，然后把第一个金属包一下，把最小的金属包一下，螺丝一盘，放上面，到了最后我们把这个塞到中间去，啊，放下去，再往下一平就行。好，换一下，再过一遍。